是你，就是你，让你玩，让你了，让你玩，你就出去给我浪。哎呀，烦死了！别去，他们当然不舍得带你一起去，他们很爱你，相信我，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重新认识幸福的定义。浩宇啊，这鲫鱼汤啊，我从凌晨开始熬的，你多喝点，补充一下体力。哎，谢谢爸。可不是嘛，昨天累坏了吧？还有包子。妈，你说这个干嘛？浩宇昨天帮你大姑剁了那么多辣椒，我关心他还有错啦？剁辣椒。哎，对了，你大姑啊，今早上特意过来，说有东西送你俩，当昨天的谢礼了。你站那别动，只要你冷静，我就很冷静，好吧？我们都会好好的啊。你一个大男人这么怕一只鸭子？谁怕呀？只是你大姑送的这个大礼，有点难消受啊。那要不一会把它炖了，来个酸菜炖老鸭。你说真的？我问一下他。啊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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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哎，你在干嘛啊？我在和他说话啊。我问他把他炖了好不好，他说不好。然后我问他给他起个名字好不好，他说好。哇，哈，哈哈。浩宇啊。哎妈。啊，这个辣椒酱啊，不用放着再吃，越早吃越新鲜。啊啊，知道了妈。哎，这个呢是我们山里的菌子。带回去给老爷子尝一尝。另外呢，这是纯天然的山货呀，很补，记得多吃一点哦。谢谢爸。爸妈，都差不多了吧？哦，那差不多了，趁天没黑就早点走，啊，别开夜车。好。思乐，你先上车，我跟爸妈再聊聊去。啊。重阳，我们家还有两个小朋友，他们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你愿意跟我回家吗？爸，这两天没来得及跟您说，思乐现在已经开始做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好儿子啊！啊？我就不能肉麻一回？你看你俩。你爸总说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他紧张了好几天，终于说出口。哎呀，你说这干啥呀？真是的。行了，浩宇，思乐还在等着呢，路上慢点开，注意安全。好，那爸妈，
我们先走了。路上慢点啊。咱先回去吧。哎，好。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一定会重新认识幸福的定义。